好时光，奔跑走廊追逐的模样，独自去想要观赏。手握冰淇淋漫步操场，拥抱微风掠过的清凉，白日梦有时也会幻想，故事慢慢拉长，青春滚烫，偶尔倔强，一起闯祸的疯狂，偶尔分享点点滴滴的时光，跌跌撞撞，不知不觉慢慢成长。青春青春闪着光，夏日等着和夕阳，青春青春不散场，追逐大脑的日常，有你们在身旁，像是一种嘉奖，快乐循环播放。青春青春闪着光，写下心底的愿望，青春青春不散场，把未来握在手掌，有你们在身旁，像是一种嘉奖，记忆我会好好珍藏。喂，又吃？不去。程海，你也要吃这个家吗？啊。那我们一起去吧。哦。你妈她也是忙，你多体谅她一下啊。瑞哥，今年气球卖得特别好，还好有你们在。你都不去广州看爸妈了，还这么精神？叫我们来吹气球，拿一杂志看什么呢？别折，别折。这期附赠王心凌海报，他早上六点就排队去抢了，宝贝着呢。里面还有斑斓黑的连载。哦，合着你俩有交易啊，让我过来当苦力啊。反正你在家也是干苦力。你这怎么还有头绳啊？哎呀，你轻点儿。什么什么头绳啊？这是命运的红线，一个神秘的爱情占卜魔法。传说只要把红线系在手腕上，虔诚祈祷，然后出门转过七道左转弯，就能遇到命定的缘分。注意，这个占卜魔法使用期间不能回头，一旦回头，磁场全消。为什么不能回头？是因为好马不吃回头草。那为什么是要左转呢？可能是因为爱由心生，心在左边。心在左边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鬼才信这些。向南没文化就算了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？说啥呢？削你啊！缘分啊，本来就是不讲道理的。哎，瑞哥，你来一条。哦。常规操作，常规操作。我来帮忙。海哥，要不你也来一条。第九集，当你年少时，爱有魔法。完美。炮竹上阵，阵儿响，大开正门迎新娘。
乖乖啊，这个可不能乱丢，这是姐姐的命运，拿吧。啊，给你这个吧，来。香蕉、苹果、大鸭梨、亲朋友、周围，老老实实做我的命定缘分。老大，送个外卖。帮你做啊。我没空。这孩子。他不会真信那种鬼话吧？缘分啊，本来就是不想干。大街上能捡到什么正经人？信的都是疯子。你听到没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缘分本来就是不讲道理的。程海，你听见了没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把那根红绳给我吧，反正你也不信七夕魔法。我的不小心弄丢了。什么红绳啊？阿涛不是给了你一根吗？哦，我早扔了，我留那玩意干嘛呀？刘若英的一首歌送给你。什么？一辈子都。我走了。休息。小南。哎。看我干嘛？看你特别帅。你是干嘛呢？我运动啊。不准不准，一点都不准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五个，第六个，第七个，找我干嘛？没事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哎，阿涛，借你们在 WC 上一下。好，快去。你不是倒垃圾去了吗？这你倒的垃圾啊？你剩的半桶是给你当宵夜呢？啊？哎呦，我说朱成海。你一天到晚没个正事儿，在家里这么晃来晃去，在我眼皮子底下真的晃得我眼晕。你能不能出去啊？你还挺顺手，你小兔崽子！哎，你能不能出去转转去？外面那么热，我出去干嘛呀？你出去，你去。哎，阿涛，那个你老家的那个小舅舅是不是快要结婚了呀？嗯。你们怎么都跟过来了？沾沾喜气嘛，是吧？
抓我手干嘛？你一手汗。你说什么呢？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王磊先生和牛乐乐女士的婚礼。牛郎织女来相会，地上情人永相随。在这七夕佳节，我们汇聚在仁西村二路。什么时候能吃啊？这菜都凉了。没人吃，估计是要等到台上讲完话吧。经典大喜宴，热菜凉吃，冷菜热吃，问题不大。等一会儿吧。行，踏上他们人生新的历程。来吧，乡亲你们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新郎新娘盛装登场。这结婚还挺精彩，不过那也没有什么人坐台上抢人吧。是啊，我都困了。祝吉庆吉祥，明日收获地久天长。你塞在哪里带来的？大家一定很好奇新郎和新娘的浪漫故事，那接下来就请新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跟乐乐呢，从小就是邻居，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俩会在一起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吧，我开始一看见他心就砰砰的跳，哎，就跟中了邪一样，觉得他什么样子都漂亮。一见到他我就想笑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喜欢他了。我喜欢他。都吃饭呀！吃饭了，进来，开动了。啊？阿姨，这。要不然你试试吐一下吧，一口都不能吃吗？沾都不能沾，沾一点儿，瑞哥就变成了行走的肚脐蛋。我听周叔说，瑞哥第一次喝牛奶，直接拉了一晚上，脱水了。哎，正吃饭呢，你爱吃不吃？瑞哥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声是饿了。我怎么记得我们是来吃喜宴的？我也没吃过。跟我来。走，这个。阿涛。还有没有什么能直接吃的呀？这个就可以直接吃啊。这是什么？糊。糊是什么？一种可以直接吃的蔬菜。这得炒一炒吧。瑞哥，你这儿天气不错，空气也好啊。小心点。缓了一下。阿涛，这个也能生吃吗？你要吃也可以啊。来，跑！别。一颗就够吃，我不太够。怎么了？今天神经兮兮的。谁神经兮兮的？我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
集中在了大自然，你个土牛懂吗？你说谁土牛呢？来了来了来了，鹅来了！哇，来尝尝奶奶做的炖大鹅。谢谢奶奶，谢谢奶奶。好不容易吃上这热乎饭，你看其实瑞哥都饿得不行了，来，多吃点。牛奶来了。真的不用我来帮忙吗？别让他过来，我们俩能搀得住。你去帮奶奶吧。行。不就是农家肥吗？还捏个鼻子，一点都不美。你最近老盯着我干嘛？怪瘆人的。我已经彻底看透了。啊？看到什么了？我是不会屈从于命运的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别碰我。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。我一定要逆天改命。我是不是踩到什么了？嗯，是什么？农家肥。咦，这蚊子太多了。小冉，嗯，给我来点。腰哪儿了？阿涛，嗯，这里真好啊。嗯，嗯，真的没味道了，我都洗了好几遍了，我这辈子就没这么干净过。同意阿涛自己睡的举手。少数服从多数啊。阿涛，是不是你？啊？是我。牛奶好像还没走远。阿涛，要不？我们俩换个位置吧。瑞哥，瑞哥其实没味儿。你真的要睡这儿吗？要。确定洗干净了？干净了。哎，这还挺舒服的，是吧？可以一起看星星，看月亮，嗯，而且还有书上的七七魔法，反正试一试也不吃亏。还信这些呢？这都是骗你们这些无知小姑娘的。这个真不是，这个是有传统记载的。传说只要在七夕当晚的葡萄藤下入睡，就会受到牛郎织女缘分的牵引，在梦中看见你命定的人。哎呀，好困啊，睡了，晚安。晚安。嗯，一度共度仿佛忘了从何时起，很多话想和你谈起，黄柳树下你的身影，心跳越近。
人这么早给我抢厕所啊你？快点！哎，行了，你别喊了，喊什么呀？你这没吃完呢就要拉呀啊？哎呀，儿子好不容易这么勤快一次，你有意见啊？哎，你们这母子俩阴一阵阳一阵的，什么阴什么阳？你是不是要拉呀？去客运站慢慢上，两边跟都是你的。程海啊，早饭在锅里温着，你记得吃啊。啊。明天开学了，有什么想吃的吗？妈妈晚上回来买。我吃什么都行。我儿子真是懂事了。这一大早看起来真丑呢。哎，不丑，其实还可以，能看。开门，我有事儿。你怎么这么烦呢？来这么早干嘛？借根中性笔。又借？我放假批发了一盒，让你戒指剩一根了。不就几根笔吗？看看你小气的样子，我可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哎，早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抄作业。嘘，小声点。抄作业，你来这么早干什么？天才亮，你人都堵被窝里了，你怎么这么不客气呢？明天报到查作业了，生死存亡了，有什么好客气的？再说了。我和笑然什么关系呀？你走开，抄你的。我不跟你好了，把那颗粒手术还我。该好还是得好，小恩恩，下一次见你吧。好，好什么好？穿的什么衣服？换一身去。挺好的。你一大早又发什么神经？哦，对。这么着急把我赶走，你俩想干嘛？补作业啊！我这种天之骄子，既然会喜欢你这样平平无奇的人，你给我下了什么迷药？哼，这玩意儿还有人看？你俩才被下药了，哎，毒瞎了吧你？你懂什么？斑斓黑的书是一般的书吗？那是纯粹的爱和美好的青春。书里的每个人物是有感情的，你要用心去感受。嗯，本来还书里的每一句话，都像是砸在了少女的心坎上。嗯，少女心这种东西，是你有还是他有啊？我嘛，还是有一点的。别折啊！知道。喂，我有好消息，想不想听？嗯。认真点。我的斑斓黑。朱成海。不就是一本书吗？斑斓黑的书是普通的书吗？那可是纯粹的爱和美好的青春啊！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斑斓黑写的是真的好，他的文字就是那种，那种看了想要让人哭泣的感觉。哭泣？
你们也太夸张了吧！行了，反正想把这个弄平，是不是？嗯。家人出来。嗯。这样就好了。嗯。冷冻十二个小时，拿出来跟新的一样。中央一套家有妙招，央视是不会骗人的。哎，来来来，明天开学了啊，大家都帮帮忙。还好还好，就一本，很快。你暑假都干什么去了？送外卖。等着吧，明天见。朱成海同学以年级第一的成绩滚动转入高二实验班，特此通知教务处孟国树。六七，我就知道不该信阿涛的邪。现在的你，恰逢蝉鸣随风而起，回忆揉着严肃心，才混着薄荷味道的夏季。也许会在未来某个时刻里，突然想起那天夜里风悄然将繁星吹熄，是什么不知所起，却偷偷埋下了伏笔，是关于你。于是岁月就这样播撒着青春的芽，悠然吻过她懵懂的脸颊，如梦一场，映着少年眼中的光。亲爱的你，多想拥抱这样的你，无惧又无虑的你，慵懒又勇敢的你，跌跌撞撞的不聪明。亲爱的你，感谢有过这样的你，曾经光门的背影伴着分离的呼吸，那喊出的一字一句我都没忘记。我相信青春若有轨迹，终点